金哥，不好意思问一个，跟昨天的比赛状态相比，你今天感觉好像更在状态一些，恢复的非常好。对，因为确实之前就练了两天嘛，所以这次比赛也是以赛代练，所以从昨天的对手来讲也是不是很熟悉。今天也是老对手，但比赛是有一定这种能力的，有奥运会也是刚打过，所以对他的这种重视程度上要好于昨天，然后。自己的发挥和自己的调动上也是要好于昨天。身体状况呢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谢谢。